来自家己市的消息，为着守护弱势长者的健康，家己市政府卫生局今年以市款购买带状疱疹疫苗，提供涉及伫家己市满一年的低收、中低收入户70岁以上的长者免费接种两剂疫苗。6号特别举办了记者会，由副市长林瑞干、卫生局长廖玉伟以及多位议员、李长等人做会启动接种服务。今市政府做出暖心政策，只要符合70岁以上，并设置在家期满一年的低收入户、中低收入户，就有免费接种两剂带状疱疹疫苗。6号卫生局特别举办记者会，并由副市长林瑞燕、家期卫生局廖玉伟以及在位议员李长共同进行启动仪式。该市副市长林瑞燕表示，带状疱疹疫苗起价8500元，每两次要接种两剂，不只是符合 SDGs 第三项指标，更是为每一位弱势长者省下17000元的预防保健支出。咱个是实际政策，强调呢是顾着咱市民的健康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呢这边低收跟中低收呢，它本身的环境就不好，吼、哦，不好。啊，如果他得到这个疾，他如果得到的话呢，对他的生活的影响，哦，对他的经济的影响呢，是蛮大的哈。啊，底家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暂时由这个70岁以上哈进来者哈。啊，如果可以的话哈，如果可以，到今年再看一下执行的成果，哦，看一下执行的成果哈。啊，如果说可以的话呢，我们。执行的状况也不错，好，那我们呢就可以来考虑说，再把往年龄呢再往下调一下哈，因为就要70岁以上，啊，起码来快让调到55岁不，哦，因为他都话咱讲，像徐医师咧讲嘛，吼，50岁以上，吼，99.5%哈，有可能的，都可能会对的哈，啊，而且依咱的研究报告啊，哦，他大概有1/3的人会得到。哦，会得到啊，台湾的比率啦，是32.2%。廖玉伟表示，带状疱疹病毒首次感染时会引发水阻，只要病毒会在体内，当年会大免疫力差时会再度发作，引发皮疹。离带状疱疹好发在50岁以上，目前上有效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，期待透过政府补助减轻弱势长者的负担，来提升保护力。台湾呢，50岁以上的人99.9%呢，身体都带有水痘的病毒。那这其中呢，又有1/3的人呢，会发作这个带状性疱疹，就是所谓的皮疹。那这个皮疹呢，会造成这个民众呢很大的这个不舒服哈，会很疼痛。那如果更严重的，如果发生在头部啊，感染眼睛可能会造成失明。那感染之后呢，这个后续的这个神经痛呢，可能会持续3个月甚至到1年，所以让我们这个得到灰爪的民众其实是很辛苦的。那为了守护大家的健康，那我们今年嘉义市呢，在113年用市府的钱，然后买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。那我们今年推出来的呢，是涉及在我们嘉义市1年以上。然后呢，它具有低收跟中低收的身份。那另外呢，它必须这个满70岁，哈、哦，就是这样子的民众呢，就可以来免费的施打我们最新的这个2剂型的带状性疱疹疫苗。那欢迎符合资格的这个民众呢，可以到我们东西区卫生所哈，在礼拜一、礼拜三跟礼拜五的早上8:30到11:30，然后带着你的健保卡，还有你的详细记事的户籍誊本，跟你113年低收跟中低收的证明，带着这3样东西到我们的卫生所，就可以免费施打。该市卫生局提醒，保持正常的生活环境，尽量降低自身压力，接种疫苗就会使降低带状疱疹甲并发症的发生。李卫生局为这日起将会主动送宣导单，予该市低收入户、中低收入户70岁以上的长者，若是有符合资格的人，请早相关证件到该市东西区卫生局进行免费接种。新闻调频该市采访报道。老公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老公，我没事，我只是想到以后孩子的开销越来越大，就觉得好有压力。
你跟他一起新手爸妈吼？对啊，就是第一次生小孩嘛，也没有顾小孩的经验，然后要担心的事情有点多。啊，别烦恼啦，咱市政府哦，其实有足侪资源拢会当来运用哦。就讲啊，咱即马家己饲吼，都好运专车补助，只要是这个孕妇啦吼，哦，坐这个计程车来到咱医疗院所吼、哦，来看医生，还是来做这个产检吼、哦，市政府拢嘛有补助，因呐吼会当来省你的荷包，哦，还可以当吼，哈你咧省去咧找车位的麻烦呢。那真的太好嘞，以后去医院产检还有看医生就会方便很多。搭计程车最方便呢、欸。对啊，各有哦，各有孕妇的产前检查补助嘛是有哦，相关哦，一趟包走3500块哦。真的、哦，我以为只有搭车才有补助哎、欸。哦，各有新生儿的这个筛检补助啦，一趟哦，单拎这个宝宝出世了吼，提供相关1000块的筛检补助哦。这样这补助补助很多哎、欸，真谢谢你，司机大哥。别客气啦，除了咱这个产前的补助跟服务吼，第三楼呢，全公司生育津贴啦，到宅坐月子、育儿照顾、喘息服务都有哦。哦，那这样真的很不错哎。对啊，难怪人家说嘉义市是幸福城市。嘉吼拢是咱家己的特色服务啦，为着呢，就是要让咱家的年轻的爸爸妈妈在育儿时阵会当减轻因的经济压力，同时呢，也给所有的家庭上大的支持。世世代代。好听气，大大细细拢介意，这就是咱幸福的家己亲。